就是一来是这样子啊。下，然后呢，在下的过程，我们大家牵着手。开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杀青快乐！谢谢。好荣幸，本局第一个杀青演员。对，我觉得接了一个预交机特好。必爆，必爆，必成爆款。来，恭喜徐小琴，杀青，恭喜！来，杀青！哦，恭喜杀青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好了，那么高了。恭喜啦，辛苦啦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组合，每天在一块特别开心，我每天特别愿意出工，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快4个月的时间，将近120天的陪伴，也学习到很多。第一次吊威亚，第一次学法术，然后第一次就是古装戏，所以真的很荣幸。特别感谢我们的朱日斌导演，他对每一个演员，都非常的认真和负责的去讲戏，每一次在合作中都能感受到他的专业精神，就特别开心。我觉得在这个组，自己也第一次尝试这种造型古装的，然后又是玄幻的，也挺美的。我觉得制作啊，整个要求都特别高。拍摄的过程确实很开心，但是真的很舍不得。我杀青了，人家也该说，人家我真的杀青了。这个戏是我唯一一个没有遗憾的戏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专业，特别的照顾我。祝你破阵。谢谢大家，我杀青了，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。拍得太开心了，挺舍不得的，大概回去会默默地哭一顿吧。我很喜欢这个角色，不急。他说他这辈子没有办法奢望去爱一个人，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心中的每一份爱意。昨天我们制片人杨柳跟我说，我们这是要做出一个有童话感的神话电视剧，所以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可能才能达成这个目标。我祝玉娇剧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，开机拍摄顺利。
收拾残魂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我觉得这次创作里面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这次拍摄真的是开心、快乐和顺利。其实《玉娇记》的《与君初相识》的这个剧组是非常庞大的，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各部门都相互配合得非常的好，在这里要给大家点一个大大的赞。感觉杀青了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，就我们每一个人杀青都说哇，时间过得好快，跟大家的相处也都非常的轻松，所以就会觉得哇，就不知不觉就到今天了。其实是有不舍，但是更多的是开心，因为大家又一起齐心协力，又开开心心地完成了一部作品。